我要这个，来啊，要钱啊！一块钱，哎呀，戴口罩啊！对呀，好了吗？啊，我要看医生了哈。要去看医生，嗯，对。慢慢的啊，谢谢你啊。佳慧啊，你升职了，我们庆祝一下。 煮饭给你叔你吃啊！哎，是啊，好。佳慧，佳慧，佳慧啊！ 有没有看到我的炒锅？我把它丢了。什么？你丢了？哎呀，那是太婆留给我的。你知道，它对我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不想你一直在煮。我每天都煮饭给你吃，你怎么可以把它丢掉呢？啊！你。 什么？啊，这是太婆的炒锅，太婆每天用来煮饭给我们吃的。每年的团圆饭，都是用这个锅煮来给我们吃吗？嗯，这个锅虽然是旧一点，不过这是阿妈的宝贝嘞。
钱嘛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。阿妈知道你最近忙着做工，但是不要累坏自己哦，要记住准时吃，等你有空我们再一起吃饭。也很抱歉，我以为你吃腻了阿妈的菜，对不起啊，佳慧。